刚丢了。开始计时哦。我靠，这么快！好，各位好，那我们是 The Declaration of Hack TDOH 学生之安社群。那基本上，我们其实应该是在 HeCon 上面的 Latin Talk 啦，但是因为 CCon 嘛，我们是学生，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是来讲一下 Latin Talk。那如果今天有人在 R1 Ethan 上面看到叉黑客推股他的工商的话，你会看到他有讲过说我们有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社群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HRZ， 然后重点我不是黑客。那我现任是 TDOH 的总召集人跟北区召集人。为什么要把总跟北分出来呢？因为我不想当总召，总召会被抄死，所以我只想当北区召集人。好，那大家会有疑问 ，TDOH 这个东西默默无名是哪里蹦出来的？我们是在去年的HeCon 2013的算命摊上面召集出来的。那我们想做些什么？我们想要培育台湾的资安人才，尤其这样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资安环境是非常差的，尤其没有相关的培育措施跟资源，所以我们想做这一块的部分。再来，我们想推广资安，尤其大家如果看新闻就知道，媒体是常抹黑我们骇客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不是每次骇客都说我们要攻击某学校啊，什么匿名者 GST 啊，张启源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全球排名第23名嘛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要改变这个形象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点。然后再来举办活动，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是一个 hacker， 你也会发现你旁边的人，如果你跟他说，我跟你讲 hack 了什么网站，干你好宅哦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办一个活动，属于我们 hacker 的。对，你那里面你可以是新人来学习，你也可以是一个老手来跟大家交流，随意。它是一个很 free、很 happy 的聚会。那再深入校园，我们希望把资安的文化带进校园，尤其像台湾校园很多学校是没有电脑课程的，像我的母校国立新庄高中，我们电脑课程是被取消掉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资安这部分深入校园，让每个学生大家至少了解什么是资安，那有兴趣的学生你也知道去哪里学习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大概这几点话就变成这是我们的组织宗旨。那如果你对资安有兴趣，你也对我们想做的事情有兴趣，那你可以到我们的首页来了解我们，或是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我们的名称。那基本上我们有 FB 社团，也有粉丝页，你都可以看到我们。那如果你不是学生，但你想支持我们的理念，你可以赞助我们举办活动，因为我们非常缺钱，我个人已经贴了3000多块。然后或协助我们担任讲师，因为我们才刚成立半年多，所以我们的讲师部分是非常缺的，所以如果担任我们讲师是非常欢迎的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论坛，那如果你可以来帮我们写写文章，分享一些东西，我们也是非常欢迎你参加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在各学校举办讲座，接下来的话可能是跟治理技术学院还有台科大，对，有可能去他们学校合作去讲做讲座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成立资安社团，那如果你没有讲师跟资源，我们会去协助。好，就这样。